近张柏芝录制节目花絮曝光，照片中张柏芝坐在椅子上露出甜美笑容，眼神充满温柔，而黑色西装配蕾丝内搭的造型干练洒脱而又知性优雅，是又甜又 A 的姐姐没错了。张柏芝此次出镜选择的这件西装看起来也并没有太强烈的严肃感和正式感，主要就是因为这件西装的材质不同，它采用了高级的丝绒面料设计，在翻领的地方是丝绸材质的拼接设计，丝绸的翻领在灯光下带有光泽感，看上去质感很好，非常精致时髦。张柏芝在里面搭配了一件蕾丝打底，颜色和丝绒西装相呼应，V 领设计秀出精致锁骨和白皙肌肤，增加几分柔美的女性魅力。西装版型又比较修身，无论是版型还是设计都能够彰显女性较为温柔干练的气质，很适合张柏芝，让她尽显知性优雅的魅力。喜欢就订阅呗，